我们刚刚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你的场景时间不够长，或者场景时间太长，你就没有讲那么多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神话一哥，有没有？你不想要讲太长，可是你没有调整，它时间还是会继续输出。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，你要先学会看一下场景时间多长，有没有在左上角有出现，有看到了吗？所以预设是十秒钟，好，预设是十秒钟。今天你不管是太长或太短，从哪里？从右下角这里，请问有没有看到这边加跟减？有看到了吧？好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啊，十秒钟不够，11、12、13，这个时候下面的时间有没有继续往上多出来了？相对的，你也可以从这边减少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好，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哈，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太多了嘛。或者太不够，你就可以同一个场景，我就继续把它延伸下去就好。好，就把它延伸下去。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，因为有的如果你不会这个东西，每个场景都是十秒钟，可是有些就一下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